Hello， 大家好，我是爸爸超人。今天的话是6月28号礼拜二，我们在一楼办公室用餐啊，因为今天的话有课程啊，那二楼的话这个餐厅啊已经占满了这个加盟店好店主还有他们的伙伴们，所以我们就来一楼用餐。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吃什么，幸福企业中餐到底吃什么。来，第一道汤，这道的话是丝瓜，这是什么汤？丝瓜肉丸汤。好，再来是花生，再来是这个蛋蛋，这个是卤味啊，蛋蛋卤味，然后还有肉片，然后还有那个高丽菜啊，我过去好了，这样不清楚。Hello， 文贤借过一下，谢谢，我们漂亮文贤借我过了，感谢你。好，这里一样有卤蛋哦，还有这个白饭一大桶。好，不过我们的徐凯他应该吃得完的，因为他很瘦。OK， 还有修中，好，就这样子。好了，简单的记录。啊，这是我们的云林店的代理跟雅茹。Hello， 去吃饭。Hello， 好。